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那这次我们是用传说对决来看一下我们 Lanfong Fight 的那个效能如何哈。那我们把帧数也打开，在平常的对线对打的时候，可以维持到帧数50级左右哈。那当招式过多的时候，会发现帧数会从50级掉到接近快40级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，然后我们要对决的时候，我们招式如果放很多的话，就会像这样，帧数会慢慢的掉，但是也不会到延迟的地步啊，还是可以算是很流畅。好，那有开启智慧相人的时候，在比较大的会战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帧数掉的很夸张哈，掉45、43哦。那基本上也不会到延迟的地步啦。那感觉智慧相人的部分不是很明显啊。不过这些都是有在开额外的 APP 录影，然后传说内建的精彩录影。那有可能会影响到帧数啦。不过在即使这样的多开启 APP 录影的状态之下，可以保持这样的帧数，会场不会延迟，算是不错的。只是在完成，你看进入解冻画面后，解冻画面的时候还是有点顿的。OK， 那这集影片到这边结束啊。兄弟们，欢迎到频道，主页看图片，按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中，最好奇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记得把它打开，铃铛记得把它打开。那我更新影片之后，你就随时能收到第一手的消息哦，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